看老爸老妈干啥呢？他们整火锅呢。我去沃尔玛买的羊肉，买的虾滑，买的鲍鱼，买的豆腐泡。调料呢是跟一个特别好的一家川渝的火锅店要的那个蚝油，蒜香蚝油的那种。小伙伴说，这建水也是吃的地方多，为啥咱们还搁家整上火锅了呢？因为吧，你天天老在外面吃吧，总感觉都差不多。然后我呢又特别喜欢吃火锅的这种，然后带了那种海底捞的火锅底料，那你说也不能天老搁包里拎着呀，对不？所以呢，今天中午就安排一顿火锅。啊，买起来这些东西一点都不费劲，因为超市里边啥都有，你就一站式全买完就行。我是忘买调料了，然后跟了一家那个火锅店要的那个蚝油和那个蒜泥。他都是死电，因为他马上呛了哈。这个买的是肥羊片，海底捞的火锅底料。叫点水，这是整啥呢？这蘸料我先冲，愿意搁点葱的。行，太行了，我给你里边放葱了吗？啊，放葱，别搁点葱了，葱多少多了没事。行，搁点。好，往里放肉。好来，哎呀，回家了，吃起火锅了。我一看皓月的，他有肥牛片、肥羊片没有？吃的话先不洗。啊？先不洗。这老妈不知道干啥整的，东北拉皮儿。带的，回家带的，给大家再看看这个刚才和火锅料要的蚝油料，我还买了几个那个鲍鱼的吧，给你整的鲍鱼，我妈去洗去了。哎呀，小鲍，这个小鲍3块钱一个，2块九毛八，一共我买了10个，我也是非常随机的拿的，还真是凑个整数。这个价格跟我总去的那个小杨小妹那儿买的差不多，跟谁啊？生的。必须生的呀，老父亲呢、啊、放里。大概你有个煮的话也就十些到煮，咱一般就你直接就放里吧，直接就蒸里吧。小心啊。好不嘞。等等啊。这煮多长时间比较好，鲍鱼？哎呀，我看看啊，不能时间长，大我估计10多秒就差不多了，但绝对不能时间长。我爸倒点酱油，还倒酱油呢。灯光还行，我这一下识别挺亮的。吃这个豆泡和东北的有啥不一样？不一样，不一样吗？味儿差哪呢？你能接受哪个？都行还是东北的？都差不多哈。最近爱上了燕京啤酒，还有大理啤酒。这没有啊。老父亲说挺好喝呀，而且建水的物价要低一点。然后这个啤酒比别地儿便宜是吧？啊。老父亲爱吃的豆腐泡，看看和咱北方的一不一样。来吧，买的虾滑，这是惠宜的沃尔玛的那个，14.9块。哎，爸一块一块的吧，先一块，哎呀，这是一块，这是一块，再来一点。咋进水呢？啊，化了的。冻的。有点小啊，爸。不小，起数贼多呀。是不？那我怎么？来吧。你那边搅和一下。刚才不能这样。等会儿。
点几吧。行。哎呀。哎哎哎，这回感觉上道了。都几米得了。不是你，你不能吃不了就老了。关火，那就关火。赶紧把水整。老爸老妈呀，借着民宿老板的，家人的厨房，准备做点简易的，饭菜啊，咱们这个锅呀，还有菜板、小刀都自备。然后距离客栈79米就有一个市场，我们刚买回来。哎，老板，爸爸可能睡觉了，然后说我们用完了之后跟他打声招呼就行。对，对，还好。对，我们就啥都自己备着，就是用它一下空间就行。对，油啥都自备。是不是不亮啊，爸？那就插这儿来。有。你把这个试试拿走吧。给我，我拿过去。好，没个办事。怎么样？看这碗柿子大，大热天呢，看在太阳下有点柿子，看这是不是特别的清爽，又凉快。小烟儿，小烟儿点上。包点盐面。哎呀妈呀，我这不爱吃猪肉，瞅着都馋的。香味怎么刚好吃？嗯，不错呀。好。挺好吃啊，挺好吃。嗯。多带吧，多带吧。肉的袋儿扔了，那是肉的袋儿扔了，那是烧糖的袋儿。这中油。嗯，把中油的他拿着。甜水给我。哎呀，太腻了。一会儿再找点糖。肯定。刚用小锅炒的菌子啊，叫青头菌，25一斤，我妈买了20块钱的，挺多，可以下次再少买点。嗯，说可以用就这种青辣椒炒就很好吃。走起，开吃吧，老爹，老母亲，咋样，老爸，今天这里脊肉买的好吃不？不自己做的，行，跟哥家做一个味儿不？差哪呢？行，明儿给你整回家去吧，省得你老惦记家里大嫂。要我就给你邮递邮递一个，你看哪个行？我给你邮个大嫂吧，用锡做的。你家那个，那酒壶，嗯，都锡的。对呀、啊。以前过去那个叫锡皮料，锡皮料。我给你省点钱吧，不行，锡的大勺太重了，油顺丰好几十，那多贵呀，还不如买2斤肉啊。妈，行不？炒时间可能肉太嫩了。还盖锅呢，盖锅这么热勺，这里头它就熟了。嗯，它切的片薄，我看。对。行，咱的小成本。我这我让我分两回炒。啊，扒了两下拿着拿着，因为你这锅吧，它老半天有熟有不熟的，没法整。锅还是小点哈。我一想你爸肯定一下子，我做就肯定分两回做，那不费劲。我也要跟我也跟我爸直接放里赶紧吃得了、嗯、都一点了，那倒也是，因为他哎这他这个柿子好吃不？别说这段了，柿子好吃不？可以，我当时看着肉有点红。来吧，行，
放不放酱油？你觉得好吃你就不放，觉得不好吃你就加了。姑妈在这算账呢，我们仨有人说，有人留言了，说咱仨人吃两碗米线，这得多省啊！跟大家说一下，我们仨就是食量非常小。你看，就是今天就是这，我爸我妈不吃，我妈不吃，就这两样，鸡肉炒辣椒，然后柿子。不是，我们吃的都老好，李姐吃的老好了。那他们说就是猫食儿，我们吃的就是小猫食儿，食量很小。那时候，一天六十五。那三十万我们吃不动，咱对一天对吃不动，就那种包吃住的，对于我们来说不合适，吃不动。那样的3000-4000，我们根本就花不了那些钱。对，对于我们来说真是不合适，对，不划算。对，不划算，因为我们吃的很少。对，你像长那大米粥，就一小碗，就是一小碗大米粥就饱了，一小碗大米粥饱了，一个鸡蛋，就是吃点小菜。今天我没吃鸡蛋，你们就吃一碗粥就饱。今天的两个几个柿子，2块多钱，2.7块啊，然后肉10块钱的，完事儿了。辣椒1块钱的，11块钱，14块钱，一个俩，我和我爸吃。哎，俩点啤酒，啤酒4块。就我们家吃饭就是简单，然后吃的少。爸，你现在拿的啥呀？老坛酸菜吧。增加点地方特色。嗯，行，来吧，妈不吃哈，我跟我爸吃了啊。我一会儿把玉米煮了。好嘞。